在我身后那片围起来的地方看到了吧？我看到那边好像有些工人在挖些什么东西，不是盖房子啊，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贝。咱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这里是五台山中台东南路附近，走近发现原来是一片古塔林，最近才被发现挖掘。因为这附近是有寺院的，所以这片塔林之所以隐匿至今，要么是刻意为之，要么就是常年无人维护，所以雨水混着泥土给封起来了。这些木塔年代最近的也是清朝，塔身上的刻文清晰可见，且根据塔形看出不仅有藏族僧人，还有汉族僧人。挖掘清理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几天，目前能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结合这附近的玉华寺曾经是五台山重要的寺庙，如果全部开出一定非常壮观。关于玉华寺的介绍我会放在下期视频中。